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小提琴梁 Sir 啊。如果你喜欢我整的片，记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多谢。我今天在屯门站 C 出口出嚟呢度，我哋又去行山啦。哇！未起步已經到終點啦！幾點？好 ，Let's go！井頭上村北。好，一路是跟住麥理浩徑十段係咁行，開頭會多啲樓梯級上下。左定右？其他啲我估得係左噶啦。好。唔得。唔夠高啊！唔係啊，個光線冇用㗎，你中意啊，你試下。哇！冇用㗎，冇用，唔夠高。誒，都仲影到啲。係後邊㗎，誒太陽光喺後邊嚟㗎嘛要。少少啦。哦，呢个叫彩虹栏杆亭。首先休息一下先。新朋友啊 ，Alpha。呢个可以打唔升级享受咧。喂，整多只你啊！我自己嚟噶呢只。拉先啊，你要。你咪又系你啲。系啊，我都有啊。嗱，一系就玩嗰啲担嗰啲好吗？好，彩虹栏杆。打七啊！快啲打七啊！靓啊！有冇我份啊？你这条啊彩虹桥我看看我看你看看新朋友 Tammy 好一路都有啲树荫，一啲都唔系好晒，好舒服，好轻松咁行。好啦，而家呢度转右上呢个蓝地水塘。咦，而家上啊？系啊，上啦，上蓝地水塘。你出埋睇埋先啦。好有型啊！系啊，好有型啊！望过嚟啦，笑。玩嘢啊！咁咪要叹嘅先。喂，湿糖。
哦，这个位置很舒服，有风吹，休息一下再继续走。哦，休息完继续走这边。好，又要加插啲天路玩一下，个人我哋呢度转悠。小瀑布，好，咪小瀑布咯，唔系啊，呢啲个水帘洞啊，系喎，水帘洞啊，我俾一个你，我阵间，攞银包先，啊，叫咩咧，宝宝，银包，行啦行啦，继续行，嚟啊。蓝地水塘，我就 S 型咁行噶。哦。S 型咁行啊，我哋等间。S 型咯。古地郊游径。十二点半至十二点。好，行到呢度。我再读一次。行呢边，好，行呢边，行快两步。你行去边噶？请问？哇，原来有啲咁路啊，好正喎！我冲都冇心捉晒窝打。哇，听到好澎湃的水声啊，来到这个叫行者池啊。行者池啊。好，影完个行者池又继续行啦，差唔多落山。蓝地水塘，有冇嘢睇？咁咪睇下个水塘咯，平平静静咁咯。好，在这里转右向落落山。好，go go go。
好靚啊！好，差唔多行完啦，今日嘅行程。而家去到呢個村口，沿住福亨村出嚟，繼續一路行。呢條叫藍地大街都有啲特色嘅，啲細鋪仔嚇。俾大街咁啊，行完啦。好，意圖食嘢。入埋呢個妙法寺參觀下。Jason 第一次搭輕鐵，記錄一下。好，要嘟咗先。